還好啦，又唔係特別多，還好還好，啱啱過癮夠癮就得啦。都有同阿大哥打啦，係咯。咁啊，都驚即係驚，因為嗰度其實城寨嘅地方好窄噶，我哋都有補打，有咩地方打，咁成日都驚有啲意外產生，所以拍嗰度特別小心。是啊，我是啊，我一入過境嗰度咧，我好驚啊！哇，我睇到電線，如果我是整電線嘅人，咁就慘啦！啊，你話嗰條有條線壞咗，我都唔知點去 check 邊一條線。係啊，係啊，係啊。啊，如果冇睇頭嘅話，佢化妝前後要5个钟。所以我哋化妝組會好辛苦，尤其係我哋疫情期間，大家嘅休息時間都唔係太多，所以佢話咧睇咗光頭之後就可以慳2个钟，我就睇頭咯。導演係咪講話會回饋翻你㗎？咁樣啊？下一次我幫導演睇頭咯。唔係，今次導演同埋古生邀請我，好榮幸可以有份參與啲淘戲。又好同大哥一齊拍戲，跟住有一班好努力嘅我哋新一代嘅演員，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佢哋。啊，我覺得香港動作精神嘅動作嘅呢啲嗰種全力以赴嘅嗰種令人感動嘅部分，我覺得都有一個好好嘅傳承。拍多幾部啦，拍多幾部啦，一部係止唔到血嘅，啊要拍多幾部啊，睇落嚟可以止到血嘅。誒，話今次同邊位嘅即係新演員合作，都覺得自己係即係覺得對方係都幾有有利㗎嘛？幾咩話？幾驗到你？咩驗到我啊？哦，驚驗到我啊！誒，古生啦，古生真係好驚驗到咯，同第一部《貪狼》到而家。我貪狼係好擔心，我未同阿古生合作過。我拍咗貪狼之後咧，我跟住就唔使擔心啊。咁新演員方面咧？因為新演員方面咧，唔係我接手嘅，我只係睇啫嘛。佢哋苦練啊，打成點啊，我都唔喺不在場啊嘛，所以我冇得睇，所以睇多幾部啦，俾我係啦。大哥，古生講到你個掌法啊，係咯，掛咗幾巴？788啦。七八。但第一巴已經。我人已經進入休克狀態嘅，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巴全都冇曬反應嘅啦。係，即係阿姨真係好開心啊！你唔係因為我仲要拍嘢，因為好大力個包，真係驚腫個樣。有冇即係個指引喺度嘅掌印喺度？有要補粉咯。痛曬啊！真係。係咯，最慘係 VV 聲聽唔到嘢隻耳仔啊！要誒 last 咗幾耐先至去啊？都成晚咯。成晚。唔係我叫佢大力嘅，因為我驚假啊嘛，所以我叫佢出盡力打啦。有冇後悔到啊？我冇，因為我覺得個場地最緊要啦。係咪同蔡思華淨係講個對手戲㗎？係啊係啊。有冇其他對手戲都好難忘啊？自己？個個都難忘嘅，係咯。尤其我見到成班年青演員咁努力去拍呢部戲，俾我個感覺係好感動。咁將阿成成隱藏咁耐，今日先公布咧，佢個對手戲應該係古生力最多。我基本上係對住我一個啫嘛，都打成幾日，有幾場文戲喺度嘅，因為其實我啱啱唔劇透啦，第二次睇。會唔會好 surprise 啊？見到今日成成都過嚟撐場。啊 surprise 啊，係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俾觀眾一個驚喜嘅，因為我同嗰場打都當初聽佢哋講嘅設計都幾誇張啦，咁都打咗好耐，都幾辛苦。打咗好耐喎，你場戲。咁係啊，打好耐，打好多日。我想咗好耐啦，不過要揾啲老細同啲老細講，肯唔肯多啲支持我哋香港嘅動作電影咧？嚇、啊，都係以動作片為主啊！我啊想拍愛情床上戲啊，但係冇人請我拍啦，依家。拍文藝片啊嘛！文藝我想拍啊，但係冇人請啊嘛。有冇得諗諗啊？有。哎，多謝。真係好開心啊！嚇、啊，你識揀手，對手係邊位啊？我個對手，我都係做導演嘅啫喎。或者你想係導演身份去拍嘅？其實我兩樣都想嘅。
但對手太多，我個個都想啊嘛，冇辦法，將啲有就得啦，即係咁啊。最想個位咧？啊？最想個位咧？我老婆咯。哦、我剪翻嗰條片出嚟啊，系啊 ，OK。現場咧？咩啊？我現場剪翻條片出嚟啊 ，OK。好 ，thank you 大家，多謝支持，唔該曬大家。